用地方检察署于今日指挥本分局及本县数个分局及屏东县刑警大队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调查站大规模扫荡涉及包容心直播网案相关的涉案人，本次共计带回涉案人共计17名，经过调查之后，全数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也特别呼吁民众勿将虚拟世界的纠纷带至真实的世界，来以违法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检警调对于相关的违法事证，绝对秉持绝不姑息，以及严正执法的态度来做相关的查处。